是早上7:30，我们离开 Port Macquarie 的汽车旅馆，向左转，先去朋友的，在这边开的餐馆去看一看，再然后再回家，总共估计是400公里的样子，可以很早到。斯湾系的海湾，斯湾系这个应该是像 Angus 一样的入海口看这个海水好清啊，这个水清到回家的路，牛省的路。